小米首款激光打印机 K100 它来了。单看外观，这么迷你的机身占地面积只有一张比四指大小，我要是不说，你能相信它是一款激光打印机吗？化简为繁始终是小米产品的宗旨，除了传统的 USB 打印外，还能通过 WiFi 进行无线传输。手机里存储的文档包括 QQ、钉钉、WPS 和百度网盘里的文件都能一键同步，甚至还能从微信里直接导入文档进行打印。没有 WiFi 也不要紧，打印机左侧集成了 NFC 感应区，只要你的手机支持 NFC， 碰一碰就能快速连接，即刻打印重要资料。除了强大的文件传输能力，打印机还支持文档拍摄扫描的能力。在小米打印 APP 中拍摄扫描文件，纸张边缘自动识别，几乎不需要额外的操作，打印效率成倍提升，每分钟20页的打印速度，孩子学习资料谁用谁打，一点都不耽误。它不仅能打印，还能实现拍摄扫描复印功能，身份证、结婚证等复印件不用再跑打印店，在家就能轻松复印。1500页的打印量，用一年也不需要换耗材。这样一款家庭打印神器，学习资料、办公文档都能轻松应对，家长们要不要考虑来一台？